五厘好无？两百块平均千两百，这几个五厘好无？搁招一个人客落好无？这几个来搁一个两百落。两百。这拢无啊嘛？来两百，搁一个好无？两百。两百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这几个五厘好无？一个人客两百，上面写两百。来两百。谢谢，感谢你。来第一个买两百的手呀。老外掏钱去啦。来老外开去。来，这里这边啊。老外开。来，搞你个活，搞你个活。谢谢啊，感谢。要食啥拢讲，爱记哈，听好，全部人家注意听哈。后个月我这场哈办活动，十一月一号办到十一月底，爱福利来找我。第二个，后个月十一月一号开始，我这打四五十项的新产品要恁吃啊爽，一定陆陆续续拢入来仓库。啊，我十一月一号我要做一件炸出来，恁大家欢喜的。来，我跟恁讲，有人要食菜无？这哎，帅哥，这叫飞机牌哦，这当然用，这得用钱的拢好食。外口三地偌济，三地要甲伊摕百二无？这六地要甲伊摕二啊四无？我唔免互你开二啊四，花式海鲜牌新价钱啊，一百了。来一百，来一百块上面吃飞机牌一百块。一百哦。今仔买一百加一地，买一百加两地。你今仔来甲我买一百，这两地我收。来十地哦，你卖考虑啊，开一百了，一百块。来一百，来个人要吃飞机牌无？三地了百二啊，一百块。来四地一百，五地一百，六地一百，七地一百，这三地收藏。来一百，搁一个一百块。一地、两地、三地就一百，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让你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一百块了，一百。最后搁一个无啊，一百块尔。最后一个一百块上面就一百。最后搁一个一百上面来。停啊！你看我上无？我来替你处理了嘛，我来替。一百块了。来马道客者，上我哩客者，谢谢。我上家，弄家。谢谢，来。来姐，你客上来睇下客。来啊，这恁讲，恁听我讲哦。我这个是袂难哦，这是全部人家上爱吃的物件哦。这啥物够人知啊？有人知这啥物无？这啥物有人知无？这叫挪威青鱼，挪威足重要，因为挪威青鱼是袂咸的作品。多少钱？一只鱼仔我两只五百，两个人家搞买拢无啊，新价钱的三百了。这只要送，这只要送你，这只够你，这只够你，这只够你，唔免考虑哦。挪威你买袂到这种价钱三百了，拢最后一个三百买无拢无啊。来，最后一个人家客钱，正拢好呀，拢未死咸的，只只够你啊，三百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只系三百块，三百，上面只挪威青鱼哇，三百，三百拢有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哥啊，三百，我甲你请教一下哦，最后这两百一包，上面只有无？左边，来边啊，左边的烟斗，来，到上面只毛豆，毛豆连煮都唔免煮啊哈，上店的，这边，美女呐，有没有买过？哎呀，你买甲唔买啊？你甲问好啊。好食歹食，恁这人家拢免问我，问我观众好啊哈！来，这套柜的要求好食，一包你两包你三包，卖三百五百。你若大卖场两百块，这三包你无找你钱啊！你今日给我买两包了，一包够三，一包够你搁一个人给两包，一包够你啊两包。来两包。过来买只毛豆无？两百块。大家两个。毛豆一包够三，一包够你，先给钱，再给两百。来毛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来两百块，两杯酒，毛豆两百块。来这边哦。来，毛豆还有人要吃吗？毛豆。小心点啊！哎呀，给吹落去啊！谢谢。哎呀，给吹落去啊！来两百块，一个上面只有两百。都有啊，都有了哈。来，所有无搞买，人家你搞试一下看吗？一百了。来一百，来你无搞买，买一百块试一下看吗？一百块，来试一下。来一百上面试一下，无买你搞买一百只看吗？要求好吃，真正。一百块，我来一百毛豆。算你有，一百块买来无？一百块，睇下去去。一百块买来无？一百。大碟算你去去。你看边仔车顶边鱼哪底啊？算你大碟啥物事啊？我来记起来哦。我甲你讲，我今日炸大碟啊，你无爱买。啊，小碟你买买，你无爱食大碟。啊，真正一碟我吹起三四百块，两碟啦，六七百块啦。来，今仔新价钱开五百啦。啊，差钱啊！这碟搁送你啦，这碟搁你啦。我甲你讲，大碟大碟来，我来讲，你今仔新价钱的啦，来啊！这碟搁大碟啦，还有错误啦，这碟卖袂啦，送你啦，五百落啦。好，来五百，搁要小鱼哦，真正大碟啦，五百，搁一个人客落啦。五百，这碟搁你啦，五百，下顿去蒸，下顿去吹，刷你就上好食啊。五百，五百。来，五百块，买来无五百块啦，无收啊。搁一个人客五百，我小鱼。五百，五百，搁要吃来无？五百，搁一个人。五百个买来无？最后啊，买来买来三百了，买来无啊？啊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最后剩两百无啊？啊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无啊？钱少好，迄个钱爱走，我这边走嘛。你咪买两分咯。哇，谢谢，感谢啊！迄走八百，一次有有，一次有有。来菜刀粿去个。哎，你讲等我来无买着菜刀粿？我菜刀粿去买到全家，你紧买买，我菜刀粿上有名。
一个人拢要上300-500，变港纸的新价钱100咯。来一包，这一包百块就130人唔买啦，你甲我食看卖100咯。菜刀粿，有人要食菜刀粿，100块。来一包，菜刀粿100，有人要食无？萝卜糕真正好食，100块来100包。来一包，萝卜糕粿有人要无？100，有啊哈，来试试。上面食啥？这排骨啊，这当个真正的就好啊，350面头前买啊，新价钱200。好，我一包。来排骨上面就200，来。边一个啊？来小白带一个，我买小白带就好啊，200。这地个上面，这地个你。来200，上面煎的200。我一个啊，然后嘛收一个。来200块，后面还有200块。来200一个哦。那个上华，你再回收啦。来啦，我来讲啊，今仔买铁路排骨，这地个你啊，350面啊，拢啊200。来一个，几个？搁一个，排骨200，搁一个。来200。搁一个人家了啊，差一个客人，这地个啦，开200咯，200块。平啊。有人要食排骨的无？200。排骨个人要煎的无？排骨冷，排骨汤嘛，你吃看嘛，200。搁一个人加200，上面只有200。排骨够了没有？无排骨，拢有啊吼。来，谢谢，来收。来，谢谢啊。来，那个上，那个我收去。够了没？吃白带。白带煎的就好啊。白带要吃卖500、400面啊。来，这收上好哩，一人买就好啊。开200咯。来200。来白带上面只有200。我白带无你白200，你那袂要紧了。白带上面只有200。来两包，有人要食肥大个无？200好。来，阿旺杰，我用好。来200，有人要食肥大个鱼无？来200。这肥大用真个，我来讲，干来配方真正芳讲。来，你二点多有人要来啊？来个，有人要食？啊，拄仔你二块讲点多？来肥大上面食200，有人要食无？200。来200。来两包。今仔无甲你画300要不要？来掏钱啊！我今仔甲你画200呢，我甲你去了。来，迄、那个白带200，有人要吃无？来200一个啊！来，上海敢无钱叫无？敢无啊！来，200块，有人要吃白带，伊个200块。200。今仔要吃兔肚，甲我讲，金龙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就好嘛。是啊，要吃十个，恁敢知？至少多10公斤。全部一瓶五个人加吃白带，介绍卖几两个，我达成新价钱的，开一百了，100块了，100块，这个送你，这个你啊，100块大礼啦，这个送你啦，只要送啊，来啊，100了啦，1公斤啊，这个你啊，这个你啊，100块，只要欢喜啊，100块，大礼，再过来，几个？3、4个，100卖考虑，你敢无卖你100，不要紧的，3、4个，几卖多个，多两分啊，五个。啊！这阿多拍摄，我全部人家都卖走啊！你不要你上班去了啊！来，按6个啊！5个啊！干了500钞票了，卖个5元啊！你400号也到500几块了。来，开始。来，谢谢，来。来两分嘞。来，要啥？虾啊，还没开起来，你明天让人家吃虾，吃好爽。哎，400超过了。你千万要用对个，来找你请客。来，我请。来，提钱也袂提。来，全部人家听我讲一句话好啊。我今日遐介绍话，你若外口买就提钱啊。来，注意听啊，绝对破盘啊，绝对破盘价啊，保证互你翻倒，无保证有计上个。来，注意听，来阿宝，上面一个阿宝一包。来，超钱。过两边阿宝俩，最后一包一包。阿宝过来，过来，够要，够提着，够提。阿宝够提着，收钱，我够提。来阿爸，我要搁吃，我用100块上面来一包。过两边阿爸话嘞无 ，Q 啦、甜啦，真正无解，白白香啊。100块后边，阿爸话。来一个啊。够买来无？100。阿爸话我100块啊。100，加搁100，你要500啊？哦。老板，你看人家好吃，一个买500，你看哦，别个你好笑啊。我无。100块后边啊，无我收啊。我无。来边包500。来这个，我收一个。来包500就对啦。好啦。啊，飞机员金瓜我有人吃无？飞机员咯，两个人300-500面，若无金瓜退钱，新价钱100咯。来一包，无飞机退钱100块，花式碗上面吃一包。飞机员有人要来无？100块，100块，真牛！后来全部听我讲话了啊，活动的虾安尼快哦，活动安尼快哦，大只哦吼，来，这大只哦吼，这大只，来，这尼大只哦，无好笑，保证全台破半价，有大只无？啊，这听我讲话了好不好？听我讲话，我介绍咯。哦，帅哥，你有啥问题？听我介绍咯。大只啊，来今仔要食虾啊，新价钱的食，拢买一份好啦。只要这个阿爸你来去外口找到，我今仔俾你介绍。你食今仔我只我钱，你食拢算我的。爱食大只白活动啊，这好笑。3000、2000唔免新价钱的，1000上面只1000。来1000啊！一个你迄个啥物啊？迄个阿爸你有处理哦？好吧。来，迄个1000块，咱要食虾的无？1000块。1000啊！无甲你好笑的吼。我的虾无一天炸出来有存档的，无一天啊，吼、哦，头尾一个月无一天有存档，我无甲你传哦，全部4个，全部5个了。
只要虾只大只，只大活动啊！你若讲要请只，我嘛要请你。全部我就招。